第十六题，一艘水机在100秒内将1000公斤的水自地面等速抽高至10公尺的水塔内，则此艘水机对这些水做功是多少焦耳？我们可以用做功就是力量成位移，这力量呢就要有100公斤的重的力量，那换成牛顿要乘以9.8，高度呢升高了10公尺，位移10公尺，这样子来算。或者有可以用做功的结果就是能量的改变，这题呢是位能的改变，所以做这个方法就是 mgh，所以质量是1000公斤，基值是9.8，高度是10公尺，这两个答案算出来的答案都是一样，就是98000焦耳，所以答案第十六题问我们说，此抽水机对水做功多少焦耳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98000焦耳。